欢迎收看《大户史记》，今天分享一个莲藕好吃的做法。首先将莲藕去皮，去皮后切成薄片，全部切完放入水中，加点白醋浸泡10分钟。生姜切成片，然后拍松散。最后切碎，放入砂锅中，挤出姜汁。碗中加入一勺盐、白糖、13香。白醋，放点香油，加点清水，搅匀待用。锅中烧开水，放藕片，加点白醋，焯水一点。焯至断生，控水捞出，过凉后把水倒掉，加入姜汁水，搅拌均匀。搅匀后装入盘中，放好胡萝卜丝和黄瓜丝，倒入鳝鱼的姜汁，一道美味的姜汁藕片就做好了。吃起来清脆酸爽，做法简单，喜欢就赶紧试试吧。喜欢的朋友请帮忙点赞、转发、评论、加关注哦，感谢您的支持。